罗卡，快醒醒，我给你准备了大餐。冰冰，你还是让他休息会吧。德凯自从上次救出小蜘蛛就应激了。德凯，那我把大餐放在冰箱二层了，你记得吃哦。小蜘蛛，德凯到底怎么了？那简直太恐怖了，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他只是掉了几眼德凯，德凯就害怕跪下了。是我之前看见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吗？当务之急是帮德凯找回信心。我有办法了。救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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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来抓我。救命，德凯怎么没反应啊？看来他真的被击垮了。冰冰，你怎么了？我来救你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快帮我劝劝德凯吧。德凯，你个大废物，你不是号称宇宙第一大莽子吗？啊！杰德，不好，快去找班级哥。是他抓了所有人，谁来帮帮我啊？点个关注吧。德宝，你拿个假面骑士的剑要干嘛？我在锻炼，我要保护你，我要变得更强。没事的，德宝，特利迦也可以保护我的。怎么连你也觉得我比特利迦弱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。等我找回贝贝剑，就让你知道我的实力。你要想办法先吸收掉特利迦。连你们也是只认特利迦做对手吗？你怎么找来的啊？不用你帮忙，我自己可以。怎么每次都是你在抢风头？那我也拿你开刀。泽塔！泽塔，快救我！特利迦！你们给我回去吧！贝贝剑，我现在需要。什么都讲啊！我的眼睛啊，好辣啊！你是啊？救命啊！你怪我！我来保护你。不好，你赶紧救泽塔啊！进来偷零食。啊！他好像很喜欢吃东西。有了，那我做饭引诱他。辣椒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次看见我哪跑，上次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可恶，又让他跑了，让我抓住他，我非给他做成蒜蓉小龙虾。冰冰，谢谢你救我，我还以为我死定了。大家最近一定要小心，他们就是冲着冰箱来的。嗯，点个关注吧。我是一个打不过小金人的废物。泽塔呢？我给他带了点零食。泽塔被抓走了啊。什么？我们快去救他。我不去。德凯，你在怕什么？我的心里不怕他，但是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本能的害怕。你是冰箱老大，你要保护大家。你来了。虽然我不是满血状态，但是对付你我也没在怕的。哦，还有一条丧家之犬。我也不怕你。德凯，我没事。啊！我绝不原谅你。哼，这么慢，老奶奶来都能躲开。不，这一拳可没空。你这家伙，德凯，这家伙一直在用空间法术不停传送你，别被骗了。哼，无聊。好强啊！居然能同时转移我们这么多人。我来救你们了。冰冰，你啊！冰冰，冷静，小金人已经跑了。啊，我这么强吗？哈哈，他们都被我打跑了，那我岂不是可以统治全宇宙了？冰箱守护团都这么不靠谱吗？大家今天想吃点什么呀？冰冰啊，我看你这几天太辛苦了，我让卡拉米达准备了一份菜谱。只要你按照菜谱，以后做饭就不麻烦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做。我先去准备食材了。冰冰，你可要好好按照菜谱做，哈哈哈！哦，又想偷东西啊？哦，哦哦，没把你打出屎来，算你拉得干净。特利迦，你们怎么这么大声音？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一只蒜泥小龙虾罢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先煮两个鸡蛋，准备一个清洗后的菜花，再加入番茄酱，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。卡罗米拉，你这口味这么变态吗？
不对啊，卡罗米拉写的都是草莓布丁这种甜点啊。啊，那这是？肯定有人掉包了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哎，到底是谁在一直扰乱冰箱啊？哎，我刚刚做的菜花怎么不见了？哈哈哈哈，点个关注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！泽塔居然把泰迦绑架了！是啊，我没看错吧？赛罗送我的鸡排，我一定要尝尝。你好，你的快递到了，我马上来。哎，怎么是泰迦？冰冰，这是我为你专门挑选的正版泰迦，希望你能跟我约会。切，我冰箱里的泰迦可比这个玩具泰迦好玩多了。不好了，泰迦被泽塔抓走了。泽塔怎么会抓走泰迦？我们亲眼所见，泰迦怎么在你手里？这是别人送我的玩具啊，你看不会动的。我不想泽塔变成坏人啊。哼，泰迦是不是回不来了呀？大家别哭，我们赶紧分头找找。你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到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哎呦，憋死我了，这个被冰冰私藏好久的鸡排，我倒要尝尝什么味道。确实好吃。微微，给我留点啊，我躲在桌子底下很累的。点个关注吧。大晚上饿死我了。泰迦生病了，你别来打扰他了。我好饿啊，让我吃点东西。泰迦已经起不来床了，你还是自己做吧。泰迦怎么老是生病啊？可能是在霍之国待久了，虚度不服。要不我们把泰迦送走，把大哥找回来吧。我病好了。真的假的？看我给你做份龙虾肠。看我的。泰迦，你别逞强啊！没事的，我能行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你醒了，感觉好点没？我烤肠还没做完呢。我给你做好了，既然生病了，就别逞威风了。冰冰，你会赶我走吗？当然不会，但前提是你能乖乖把病养好。哦耶！先好好休息吧。点个关注吧。Hello。啊？你？啊，是泽塔。冰冰等会下班想吃蒜蓉茄子，没问题。哎哼，哎呦，泰迦你他妈疯了！你个大茄子还敢骂我？什么茄子？哎呦，泰迦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你个宇宙人居然敢找上门来！你在说什么？还想跑？放开我，我是泽塔。啊啊，我的眼睛好痛，怎么回事？啊，特利迦，你个大傻子，你中了别人的幻术。哈哈哈哈，冰箱守护团，我早晚要拆散你们。点个关注吧。哼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黑日。特利迦去哪了？哦，特利迦去约会了。去把冰冰叫过来。冰冰，啊，冰冰在那儿。冰冰别玩手机了，黑日要来蹭饭了。行，那我去给他做。这谁扔的呀，真浪费。黑日，你举着刀干嘛？哦，我刚才看有个蚊子想赶走它。那你慢慢玩，我去帮冰冰做饭了。黑日说他喜欢吃变态辣，你多加点。这么重口味？他说不能把他辣的喷火，就是你的无能。那我就成全他，辣死你，辣死你！我靠，好强的辣气啊！快尝尝吧，好辣！好辣、啊！你果然不是黑日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可恶！啊，我都没看出来，特利迦你真厉害。哼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泰迦你就是个傻子，差点就被砍了。啊，真好吃，冰冰下次多多加点辣。点个关注吧。冰冰啊，你今天看起来好耀眼啊。因为我今天高兴啊，你们可以一人说出一个愿望，我帮你们实现。我想吃泡面。哎呀！你们打我干嘛？瞧你这没出息的衰样，我想要先生带在冰箱里全员集合。冰冰你能实现吗？安排。我靠，这么干脆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这不是真的冰冰。我就是冰冰啊。你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对对对，因为我抽到了2024元恋爱津贴啊。这种抽奖全是骗人的，你说话。不信你问小蜘蛛。冰冰没有骗你们，我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他中奖了。啊，我中奖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也试试。这简单，你只要点击左下角链接就有机会一元抢到2023元恋爱津贴哦，真是有效。既然你抽到了2023元，那你能赞助我去抽蛋奶盲盒皮肤吗？没问题，648礼包给你安排。我有个愿望你应该实现不了。还有用钱解决不了的？我想让德凯回来。这唉，我也很想他，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
凯子哥，饶了我们吧，下次我们再也不占别人地盘了。快滚，别让我看见你们。啊嚏，嗯，谁在念叨我呢？点个关注吧。冰冰，你急急忙忙地干什么？我赶着去上班。不，你还没吃早饭呢。我吃这个就行了。单吃火腿怎么行？你等我两分钟。我要来不及了。哀家，你来帮我。咦，我的火腿呢？德塔，接住，接住，德塔。冰冰，带上这个。哇，太好吃了。子宝，你真棒，回头好好奖励你。哎呀，好害羞，你也亲我一口啊，冰冰。啊，我要赶紧走了，我的心都碎了。点个关注吧。啊！冰冰在我这里，把冰箱交出来，不然。班级哥怎么了？冰冰被绑架了，对方要我们交出冰箱，那就给他呗。为什么呀？所有靠近冰箱的生物都会被削弱力量，怪不得我解锁不了其他形态呢。那我们以后住哪里啊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先去救冰冰吧。冰箱转移合同在这儿，你把冰冰还给我们。很好，冰冰一会儿就回去了。你现在就把冰冰给我还回来。我说等一下他就回去了。冰冰这丫头逛街速度真慢，我要顶不住了。废话真多，他这么弱了吗？难道他也受到了冰箱的影响？我跟卡罗米拉在逛街，等会儿回家。可恶，竟然骗我们！冰冰被抓走了。既然冰冰没事，我们就回去吧。至少合同到手了。点个关注吧。冰冰，我们今天吃什么？冰冰呢？你们快看外面是谁？这家伙居然在偷偷做饭，睁眼不好对付他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就是现在，你们上，撤退，我们回冰箱等着看好戏吧。卡罗米拉，你给我挑的那几件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，我们先吃饭吧，冰冰。冰冰别吃啊，里面被我们沾了垃圾。呸呸呸，刚逛完街的好心情都被你们毁了。我就说我哥的手艺没这么差啊。小心是你哥，有意见？好乱啊，我头晕了。人家卡罗米拉让他哥来做饭就是顶替你们，让你们休息一下的，你们居然这么捣乱，我要惩罚你们。我们错了。点个关注吧。泽塔，我想吃火鸡面啊。泽塔，是谁把你变成这样了？冰冰，泽塔被人变成人偶了。啊，泽塔的胳膊怎么没了？我去把手找回来。老爹，快看你的头！你可不想吃，快把垃圾扔掉。这是泽塔的东西。这是我刚捡的武器。啊，我儿子玩具、啊。待会给你们解释。冰冰，胳膊在这儿。哦。冰冰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把泽塔的头弄掉了。泽塔，你别死啊！我怎么死了？泽塔的鬼回来找我们索命。你们怎么把小金人送我的玩具弄坏了？泽塔，原来你没事啊！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你了。冰冰，你要赔偿我，我要吃曲奇饼。好好，我这就去做，只要你没事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光白忙活，还差点被贝老黑抓到死。点个关注吧。德凯，家里又进蟑螂了，你快去消灭下。啊！不就几个虫子吗？一边去，看我出手消灭蟑螂，轻轻松松。我靠，这么多，救命啊，我救命、美特龙，你过来干啥？冰冰说有礼物我才过来的。什么？冰冰居然准备了礼物？那当然了，还好没被蟑螂啃坏。快快快，我要看礼物。看，哇，是我的橡皮玩具。我们也很帅。哇，我的是我师傅赛罗的，太帅了。我的呢？啊，我忘了，你的在门后面。大家快来堵上门，美特龙的礼物我忘记准备了。点个关注吧。我要。冰冰，你好重的黑眼圈。冰冰又半夜玩手机了吧？必须没收他的手机。冰冰，快醒醒！啊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吃夜宵。快去休息吧，我来给你做。醒醒，冰冰，吃饭赶紧睡觉吧，都凌晨三点了。这不蛋仔派对活动来了吗？我得赶紧玩蛋仔冲奖励啊。这么努力干什么？蛋仔周年庆活动来了，点击左下角参与活动有机会免费获得蛋仔派对游戏礼包、角色道具等，库存1000件，每天更新，不用熬夜冲奖励的。我先加点糖吧。冰冰，你加错了。
居然困得毫无反应。冰冰啊，快睡觉去吧。没事，我再喝点咖啡就好了。好甜的咖啡啊。原来果然是助眠神器，你就好好睡一觉吧，冰冰。晚安，冰冰。点个关注吧。特利迦，你清醒点，我们不想跟你动手。啊！特利迦，你怎么大清早就变成这样了？我不想动手，你自己来吧。你说清楚。啊！特利迦，你被洗脑了吗？对不起。很好，求你了，让我跟卡洛米娜见一面吧。现在还不行，你还要再替我把贝利亚跟杰德抓住。明明说好的只要他们三个就可以了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你是不想再见到卡洛米拉了吗？你这家伙还在这里口出狂言，哪来的虫子？你还是看看你身后吧。你再挑拨我跟特利迦的关系啊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哥了。臭班级，你等着吧。啊，又要做坏事，看我不教训你。点个关注吧。这烤肉过期了，赶紧扔了吧。大哥别扔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条活路吧。要不把它放了吧。我有办法了，哈哈。哎，今天怎么就剩你了？喂喂喂，别碰我。正好我饿了，今天就拿你下饭。啊，不要啊。嘿嘿嘿，冰冰会识破我们的计划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这烤肠味道怪怪的。冰冰，你又做啥好吃的了？味道真香啊。对呀，也分我点吧，我馋死了。你们越想吃我偏不给。哼，小气鬼。啊，肚子好难受啊，我要去厕所。冰冰，你是个大笨蛋。别来烦我，等我出去我就哎呦，我的肚子。兄弟们，冰冰今天离不开洗手间了，咱们开溜。哦耶，出去玩喽。点个关注吧。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扛。哎呀，泽塔，天这么热，你消停点吧。啊！谁偷了我的梦龙？今天你们务必帮我找出真相。哦，外面这么热，谁爱去谁去。作为冰箱老大，我要义不容辞找到丢失的冰淇淋。泽塔，你不讲武德。我才是那个最终大 boss。 这不最近嘴馋又想吃点甜品，刚好爱吃的迷你梦龙枯木联名梦龙真巧芝士蛋糕，五层口感超级丰富，吃完也不会有罪恶感，而且蛋糕顶端的冰淇淋口味都是随机哦，惊喜重重。这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啊。哎呀，好热。再这样找下去我们都要回光之国了。啊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冰冰，你居然支着我们自己偷吃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不该偷吃，为了一表歉意，我请你们吃迷你梦龙冰淇淋，它有九种口味，随心选择不会出错，像你们爱吃的浓郁黑巧克力、白巧阳光热坚果口味都有。这个迷你梦龙很可爱的，迷你大小，来一只解馋无负担。我要吃这个口味的。我也要吃这个口味的。你们俩就慢慢抢吧，这白巧热坚果味的我就先吃了。哇，是我喜欢的味道，白巧浓郁醇厚，百香果和芒果融合的刚刚好，吃了一直还想吃，一次可以品尝多种口味，成年人完全不用做选择。原来一起吃梦龙才更有幸福感，以后再也不偷吃了。冰冰把蛋糕吃了，该怎么补偿啊？那我再重新买个，一起开盲盒呀。要集齐所有口味的，出盲盒才有惊喜。好，我们把所有蛋糕盲盒都集齐，你们快过来，我给你们看照片。又是你那些无聊的自拍照。不不不，这次是赛罗的独家照片，快给我们看看。这也太会玩了吧。你们在笑什么？那个照片上的赛罗太搞怪了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那个我晕了。是赛罗来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去。你们刚刚在看什么？那个太阳晕了，我们赶紧快救他。他们到底在看什么？冰冰，你要不告诉 我你们在笑什么，我就把他们扔下去。这个你还是不要看了、啊、那这盘芥末我就让他俩吃光了。好好好，我给你看，你先把他们都放了，拿你看吧。不准笑，这是谁给我 P 的图，怎么变成圆蛋子了？这是超人气手游蛋仔派对和奥特曼联动的活动外观啊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这外观很受玩家欢迎的。哼，那可是我，能不受欢迎吗？你看还有泽塔的。这呆萌的样子倒是和泽塔很搭。为什么还有我啊？不光有你，还有迪迦、巴尔坦和胜利队员的外观呢，全在蛋仔派对这次联动里了。算了不说了，咱们赶紧吃热狗吧。啊，我的热狗呢？哼，你们就接着笑吧。嗯，这热狗可真香。点个关注吧。啊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
冰冰，这里有你的快递。冰冰，你又买啥好玩的啦？诶，这快递我怎么没印象？什么是大反派卡卡洛斯？他很厉害吗？我们加一起都打不过他啊！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还没有苏醒，咱们下下手为强。冰冰，你把他取出来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我也要给你帮忙，为民除害。下面会很残忍，你一边躲着吧。我躲好了。兄弟们，一起上！哈，嘿，咦，哈，哈，打！表妹，我送你的礼物收到了吗？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就是我送给你的塔尔塔洛斯 SHF 啊，这可是我专门在德沃上给你挑选的最新款，是经过专业鉴定之后才能发货的正版 SHF。泽凯，在喂点芥末啊？那个表哥，礼物我收到了，质量真的很棒呢。点个关注吧。是不是你偷了我刚买的榴莲？我都不知道榴莲是什么啊？什么？我们这就找回来。具体榴莲长什么样子呢？黄色的。明白了。哎，不是啦，它浑身都长满了尖刺。啊，我懂了。你有病吧？哈。啊。闻起来臭臭的，吃起来是香的。我找到了，快奖励我。臭死了。啊。冰冰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去帮你找回来。快跑啊，不可能啊！下次可别让我抓住你们。冰冰，你的榴莲回来了。你也太笨了，放这么高，给坏人看到又会被偷。也对，放椅子上用桌子挡住，坏人就看不到了。哎，冰冰，你先别坐。你说什么啊？谁干的？饶命啊！点个关注吧。这压力炸弹感受到三个人的重量，会把他全部炸飞。大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快跑！好险，差点害我被炸死。都吃完了，那我再去给你们做一锅小酥肉吧。好耶！没东西吃了，应该就回冰箱了吧。这下都被我吃没了，该回冰箱了吧？烦死了，你留一根小东西。谢谢你，黑色的大哥哥。我的小酥肉呢？肯定是被冰冰自己偷吃了。什么？你们把牌子都刷完才可以回冰箱？怎么这么默契？ Hello， 贝利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替杰德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。这么多脏盘子，我来帮你们刷吧。啊，贝利亚，你真的改邪归正了？怎么这么好心？没事，你快回冰箱休息吧。我要喝点饮料再回冰箱。泽塔，你别太过分。贝利亚，你刷完记得把盘子放冰箱里。好的好的。什么情况？我跟别的家一起也就算两个人啊，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我的冰箱啊，奸商居然卖坏冰箱给我。还好没回冰箱。点个关注吧。基于本人打跑了小金人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征服全宇宙了。就你，冰冰，你的意思是守护宇宙吧？啊，对对对。拉倒吧，就你那水平，玩个蛋仔派对都玩不明白，还称霸宇宙呢？行，你玩蛋仔厉害，那你教我啊。那你得给我做份大餐。我看你是想吃吃我的拳头了。我错了，我给你做一份大餐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臭丁丁，我得给你来点猛药。求你了，泰迦，你快把你爸珍藏的泻药拿出来。那个是我老爸治便秘的，你省着点用。丁丁，快尝尝吧。味道真不错。高级泻药怎么没用？泽塔，快教教我玩蛋仔的游戏技巧吧。想玩蛋仔，首先要选一款顺手的皮肤。我可没钱买皮肤，哼，这游戏不玩吧。明明你误会了，皮肤不花钱的。这不蛋仔周年庆活动来了吗？我们都忙着玩蛋仔充分呢。现在点击左下角参与活动，有机会免费获得蛋仔派对游戏礼包、角色道具等，库存1000件，每天更新。那没事了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泰迦居然敢用假药骗我。没有啊。可恶，我还是先去厕所吧。快开门，我要拉出来了。泽塔，你等我上门。泰迦的药太猛了，你快点啊。冰冰，什么？居然是泰迦，看我不出去揍扁他。啊，他老爹的药不会遭报应吧？感觉回光之国要挨揍。点个关注吧。你好，这里是冰箱守护团，请问是泽塔哥哥吗？难道你是小甜心？对，是我，别忘了我们今晚的约会哦。完了，还有1小时。这个味道很加分。泰迦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我要睡觉。陪我去约会，你站在我旁边会显得我很帅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泽塔在吗？
怎么这么浓的香水味啊？我不在，我一会要出门。你昨天剩了一堆牌子没刷，居然想出门，今天必须刷完。我再不出门，我的约会要泡汤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来帮你。老兄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站住！你要带泽塔去哪儿？你搞错了，这不是泽塔，这是我老爸给我买的正版 SHF， 我正要去找泰达斯炫耀呢。嗯，确实是万代正版。那当然。对了，泽塔在干嘛呢？他不是在洗碗吗？行，那你去玩吧，早点回家啊。行了，快出来吧。幸好还剩了点能量能维持变身。灯海，你个死老六，你找我帮忙居然是干脏活。快点干，还有很多。点个关注吧。泽塔被欺负了，关我什么事？他被贝贝亚打进 ICU 了。我明白了，还是老价格。老哥们，咱们又来活了。贝老黑去哪了？他在帮我整理卡牌呢。我去找他。我怎么感觉杀气那么重呢？哎，贝贝前两天拆除的 SP 呢？哦，来人了。你果然在这！啊！哼，任务结束。黑人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找贝老黑呢，一直没看到他。他在吃饭呢，你也一起吃吧。他刚才不是被我刺穿了吗？留在那里干嘛？过来吃啊！还好我溜得快，不然小命没了，下次去偷卡得喊他帮手了。点个关注吧。我想吃这个，你还是小心你的蛀牙吧。这是我刚买的，你们千万不要偷吃。抱歉，冰冰，我们保证不会被别人偷吃。你们也不能偷吃。啊，冰冰，放心交给我吧，我会守护好他的。嗯，德凯，保护好，回头多分你两块。看什么看？还想偷吃？我得把巧克力藏起来。我也没找到，只能这样了。泽凯，巧克力如果不在冰箱可就坏了哦。什么？吓死我了，原来在这里。不许偷吃，你们两个离巧克力远点。不好，哎呀，我肚子好痛啊。没事吧，泰迦？哎呀，没事，我去个厕所就好了。耶，开吃喽。什么，居然是空的，肯定是泽凯自己偷吃了。啊，巧克力怎么没了？好啊，你们两个居然吃完了。什么，明明是你自己偷吃完了。就是你们两个太过分了。特一家，你的计划能成功吗？放心吧，这个巧克力在冰箱冷冻藏很安全的，给他们一个空盒子吸引他们注意力就好了。特一家，你可真是小天才。点个关注吧。呀，冰箱怎么停电了？冰冰，再不吃你的宝贝巧克力可就化了。唉，只好做成巧克力饼干了。有巧克力曲奇吃咯。冰什么时候才能烤好啊？我已经等不及了。30分钟哦。算了，我去找泰迦玩了。天天除了吃就是玩。啊，泽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冰什么时候烤好啊？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你不是刚走吗？还要等一会儿呢。无聊，我去找德凯唱歌去了。什么情况？我眼花了吗？啊，怎么又是泽塔？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烤好啊？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是吧？好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特利加，快来！怎么了，冰冰？你自己看吧。开饭喽、哦！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啊？你们两个是谁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啊？你们两个是谁？哎呀，你们中谁是假货？你们两个盗版货，还不现出原形？嘿嘿，我知道了。德卡，你快说。还装美特龙，你还不现出原形？哦，我错了，我不偷你的饼干了。你不是美特龙变的吗？德卡，你就是个大笨蛋，他们俩才是假的，你放屁。我有办法灭他们三个了。啊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问一些只有泽塔的秘密，假的泽塔肯定不知道。好主意，你们三个都过来。假的泽塔居然跟真的一样贪吃。我要证明我才是真的。那好，泽塔的师傅是谁？拜罗师傅。谁救过你们？艾斯哥哥。怎么都知道，那我就来个劲爆的。冰箱谁最聪明勇敢？那当然是我。明明是我，你们都是冒牌货。这三个泽塔居然都是大聪明，难以分辨。冰冰，你看。天哪，居然又多了一个冒牌货。都住手。赛罗，你来了。怎么捅出这么大篓子？四个泽
和他，你快看看谁是真的。从能量来看，这四个都是真的。那怎么会有四个和他呢？有个人可以办到，他有进入平行时空的能力。刚才冰箱断电了吧？他的能力被解决释放，就可以把其他平行时空宇宙的泽塔拉来。没想到其他宇宙的我也这么帅。谁来把这几尊大佛送走啊？我们还要吃曲奇饼干。一定是我还没睡醒。几点了？起床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这个臭泽塔把饼干都吃没了，你快多做点吧。哎呀，你们去找小金人，各回各家，不就都用饼干了吗？你好，聪明冰冰。快把我们送回去！好不容易把你们弄来，是让你们捣乱的，现在就要走。果然是你，看来只能拳头说话了。吃我一拳！你们。又来！来几个也是一样，都是废物。不要小看我们团结的力量啊！真再见罗我自己，再见泽塔。泽塔，冰箱来电了，快回来吃冰淇淋。来喽！终于清静了。点个关注吧。